人称表哥的著名导演张坚庭，在他成长、婚姻、家庭、事业和信仰历程上面做过什么重大抉择呢？重温做的朋友，我很期待呢三月能够来到跟大家见面，分享我自己信主的一个过程。欢迎参加恩语之声主办《表哥的抉择》生命分享会，3月26至28号，一连三晚在不同教会举行，免费聚会。查询详情请联络恩语之声或者是浏览网页。